哦吼，今天天气好， Q 公主快来运动。好啊，国王爸比，我们来比赛，看谁最厉害。当然是我咯，待会就比球类运动，快把用具准备好。QQ， 我准备好了，迷你网球竞赛开始。OK， 我准备好了，看我大展身手。怎么突然有烟雾啊？咦，小朋友仔细看，国王爸比好像怪怪的。哪里怪怪的？大家快来找找什么是错误的答案。小朋友找到了吗？我找到了一个。打球时应该要用的是球拍，不是平底锅。怎么会搞错呢？第二个，仔细看，手上拿的竟然不是网球，却是一颗鸡蛋呢。又搞错了，应该没有了吧？还有哦，最后一项。运动完应该要喝水，补充水分，不能喝冰汽水。小朋友都找到了吗？奇怪，我准备的明明是对的，怎么都被调换了呢？是谁在捣蛋吗？希望打篮球的时候一切正常。又发生什么事啊？大家快看，篮球场怎么变得像迷宫一样啊？这迷宫弯来弯去，要怎么找到篮球跟篮球框呢？ QQ， 交给我，小朋友跟我一起来完成任务吧。首先我们得先找到球才可以哦。我先往这边。这不是篮球，是保龄球跟球瓶。我们继续找找看吧。走错了，怎么办？ Q 公主和小朋友往另一边找找。找到篮球了，我们继续找篮筐， Go Go Go！ 加油加油！啊，我看到篮筐了！哈哈，抵达终点！投篮得分 ！Q 公主跟小朋友真厉害！还好没迷路，可是到底是谁在捣蛋呢？哎呀哎呀哎呀！足球，满满的足球，会不会有捣蛋鬼的身影？想知道就自己找吧。小朋友，快仔细把藏在足球场的捣蛋鬼给找出来吧。没那么简单，倒数计时。都长得一样，怎么找啊？一定可以的。哦，好像有发现，大家找到了吗？太好了，再找找。哎，是这颗球怪怪的，好像有手、脚、尾巴跟头。就是迷你捣蛋龟。抓到你喽！恭喜小朋友得到迷你小帮手徽章，帮我们把捣蛋鬼找出来喽！耶，太好了！下次可以约大家一起来迷你捣运动喽！一起健康运动，快乐长大！好耶！
今天的任务顺利成功。